今天本想着随机匹配路人玩一把，没想到被这几个队友给整破防了，差点连隔夜饭都吐出来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。这么大摇大摆的过桥是挨揍的，下次过桥照点记性啊，舔个包吧。就在我疯狂舔包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让我特别无语的事。难道是队友手滑了吗？不是，你干嘛？你们干嘛呀？锤我干嘛？哎，我真的服了，怎么匹到这样的队友啊？看来他们是故意的。哎，你别杀我，你杀我干嘛？救我！不是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么着急舔我包吗，兄弟？你把自己也烧死了吗？不是，我真无语啊，兄弟们，咱们一会儿玩点搞心态的好吗？让他心态炸裂。我们先看一下谁炸的我，就是他炸的。一会儿让他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惹我是吧？你也别想玩了，你。OK 呀，起来不打药先舔我盒子是吧？舔舔舔舔舔，舔个够好吧？不然一会儿你连屎你都吃不动啊！我禁止。舔不了了吧？给我罚站！我让你舔。哎，我再解开。我靠，解开还舔是吧？一点不长记性是吧？我禁赛，还想换蛋？动不了了吗你？难不难受？难不难受？我再解开。来来来，让你把子弹换完。我再禁赛，换完蛋也不能开枪。你说气不气？你说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我再解开，我看你还舔不舔了。我靠，你还舔我衣服啊！过分了。再进赛，我可看着呢，哥们儿，你还真是臭不要脸啊！这家伙多少是有点毛病啊，药都不打，就是舔包。你怕是没舔过包吧你？现在想起打药了，做梦吧你！我就不可能让你打起来的好吗？还想走？你给我下车立正！你急不急啊？我就问你急不急？这车近在眼前，但就是上不去，你说气人吧？快上车，解开，上车吧你，下来吧你，这药不可能让你打起来，车也不可能让你上好吧？快上车！哎，我再进去，再解开，还想打药？停！快上车，解开，上车了是吧？好玩的还在后面呢，兄弟们，我就搞他心态好吗？你给我下来！队友回来接他了，估计那俩队友要被气死了。哎，我再解开 ，OK 呀、啊，兄弟们。不看还有脾气了是吧？不让你憋，不能动了吧，傻瓜？还想打药，真固执呀你！来，你试试能不能打上？打不上吗？队友急了，催他上车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下来揍他来了！他们三个心态崩了，好吧？来来来，我不耍你了，不耍你了，给你解开，你上车走吧。我骗你的，又被丢下来了吧？惊不惊喜？刺不刺激？还炸不炸队友了你？队友要被气炸了，我去，还开枪打他！我再解开，哎，让他上车，真是恶有恶报啊，兄弟们！当初不是首先炸我吗？你，我今天就让你体验绝望。没想到接下来，他竟然当我面做出这种事。